无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我有一只宠物可以升五星，我一瞅，它可以拿到高等炸弹魔。拿到高等炸弹魔，怪怪的，它可以觉醒它的隐藏特殊能力，移动速度变快，普通攻击时可以投掷，可多投掷4枚炮弹，然后大型炮弹的建设范围增加，伤害增加，初登场时防护罩，然后死亡，原地复活几率增加，就这样。这应该是蛮前期的角色。然后我干嘛还知道它的碎片的位置？糟糕！鬼丑，应该是13啊，13。找一下哦。但是其实不要找了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必要找啊，直接点这个加进去就是了。不是，然后它改版有时候都会换位置。哦，有了。23只六一个，还有12。那怎么都没有？我是不是又漏掉了？13格，还有9，3只5 3格，还有6。喂，往这边2只11 6，好，这样总共13个。然后那个每日的完成奖励，我不确定有没有，没什么印象，可能没有，可能有啊。好，差不多是这样。